次是两次增加，是倍数成长的增加。所以你们年轻的时候其实人数嘛，很少啊，像我走到那个时候，可以看到应该是这样。到后面他村庄里面当然会很热，因为自己的家，自己家的话，就蛮温暖的，比较暖。Thank you.